被打死了。吃。继续免洗一下。洗洗洗。然后旅行商还在啊。三分钟嘛。旅行商人卖最好的是什么？标文。你会怕？40块可以买幸运盒子。不要跟他讲，听到没有？要四十块哦！不要赌博，都会有很多赌 buff。妈妈，怎么觉得价格听起来很诱人呢、啊？完了，完了，二十块更诱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旅行商死了，旅行商死了，干得好！你没机会了，一台坏了，我们在我们家楼上跌了，一台坏了。在我们家楼上叠，才不会赌命去那边赌博，我宁愿在家里花60块。可是还是要赌。哇，还有一个好痛的剑哦，我要先撤了。我点零吗？好痛的剑，没有他爆，他在爆，他没有用666神剑1.0，666神剑又撤啦！毁灭，毁灭，哇塞！现在不跟你1.0、2.0了，哇塞！锋利死人！我们幽灵，我们的幽灵，我们的幽灵，加二楼需要帮忙一下。幽灵被打掉了。幽灭，那个被炸了。毁灭，可能会有爱与勇气跟希望之剑吧。哇塞！幽灵要去啊，算了。对，幽灵需要守一下哦。下一天要去守幽灵哦。幽灵是什么？幽灵是我们家头上那个建筑。地幽灵。分数人。然后他们是地狱门，然后跟幽灵一起挖。你只要把钱给我们就好了。我们的建筑物啊，我想说，我靠，我靠，哇，被炸死喽！地雷，哇塞，这个好溜啊！要提供钱给我们就好了，不要赌博。哇塞，哎，我还没挖完，不要结束。哇塞，这个好可怕。幽灵，等一下要放一下哦。好了吗？要开始喽。等一下，我先捡一下东西。OK。啊，我点好了。好了。我去死！哇塞，刚刚好可怕！中间，我去。刚刚那个免洗战士，这是什么？那个地雷已经被我引爆了，所以你们还是要小心一下，可能还会有。附魔台旁边那个是干嘛的、啊？锻造东西的，你可以先不用管。一人一个，我走。锻造已经不知道才多久没有，很久没有人没用了啦。对啊，弓箭比较厉害。锻造是要锻造什么？打铁啦，他那可以打铁。嗯，哎、欸，真的好久没有看到有人用，哎、欸，炸弹地雷都被拦住了东西。你们有空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个箱子上来？没用。我刚刚阻止了那个要上去的，一下他要上去了，那个幽灵的。啊？怎样？箱子是杂货商人吗？对，是5块钱一个。所以刚刚是有人在我后面，是不是？有盾牌，了不起！我买箱子。好，你这边还有垫脚石吗？来，这是八号箱子，我要去忙了。二楼箱子有。好。哪里要补箱子？幽灵。哇，他是好高哦，那我去。莫非是666神剑的使用者？锋利士。没有关系。锻造多少钱啊？我也想去弄一把超级神剑。没有，因为他那个被炸了就没了。现在附魔还杰克，你要冲着跟我讲，你是没有他那个只是改名字而已。哦，复仇者，你现在我丢金苹果，我丢金苹果，我在那个左边柱子哦。好，先吃一个嘛，你这样至少可以。我死掉了。新闻。Hey Jerry， 欢迎。我们家弟弟有人啊。哦，搬下去了是不是？一定会有，就说很凶残啊。我们也没办法帮你啊，但是你可不可以领点钱给我啊？这里要放是不是？666神剑快死了，666神剑快死了。那你200块就好了，一楼。门你有放箱子吗？门有放箱子吗？没有。那你给我，我跳下去。所以不是地狱幽灵要放啊？都要。地狱幽灵要放啊？都要。啊，我只有一个哎，汪汪。那就放地狱幽灵吧，他们现在就先放地狱幽灵。汪汪掉下来了，至少要有装备。我去放那个岩浆块。嗯，那吉可以跟你借钱吗？我有多少钱？你有好多钱？有人爆掉喽！有人比我更多钱，我爆掉喽！
他好多光哦，我要走喽、哦，走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前期需要钱而已啦。哎、欸，我买错了、嗯，没有买到无敌，我买到召唤。哇，尴尬喽。我60块收买到好多东西哦。附魔要钱吗？而且他们没有那个、欸，没有书柜、欸。附魔要等级跟那个、啊，他们书柜用好了、哦，他刚可能是用那个、啊、基本的去叠。嗯，等级可以买吗？可以在有那个杂货商呢有卖那个经验品可以买，经验品跟星星石都有卖。来，团团啊，不对，小雨，啊，你在干嘛？啊？你在拔啥？没有啊，下去了。哦，你要下去？放好了。我放又放了。哎、欸，石头人又来了。输掉了。又来了。挖着挖着，然后。那你先放了吗？还没。哎、欸，那几？啊？你屁股后面刚刚一大堆矿。放箱子了吗？没有、哦，哎、欸，那个不是有个满天小星，外面有666神剑的持有者，哦，干他，666神剑，干他，干他，你在哪里？身上什么都没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啊，他走回去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打666神功啊，啊，他跑，他跑，哎，他往上叠了，哎，你们再要继续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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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国王继续叠，小英，我要回家弄父母，国王经验。啊啊！还你，还你，还你！你这个人吸光经验不好吧？好、哦，想说蹭一下嘛。反正我先回家喽。好，你是间谍吗？弄弓如果间谍是不错啦，还是要用功一下。我们第一轮要被炸光了。他有那个两个黑曜石还在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多的箱子。嗯，我可以，我换个箱子。他用那个炸弹这样炸，是不是炸不掉黑曜石？对，他最后要跳下去挖，挖的还是得挖。炸弹要多少钱？块钱可以有买三个，10块3个啊，25块3个吧。20块哦，对，25块3个啊，啊，10块钱用扔的，是手榴弹，10块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多一把圣剑咖喱棒。咖喱棒，它在上面哦。有人在，还有人在丢红魔鬼。它在那个红魔鬼，我放箱子了。在地狱门那边。哦，大家想办法上去挖那个黑曜石。对啊。嗯。好痛哦！一阶装的都没有好。全部都卖，爆了、哦！我们的幽灵爆了！哇，哎、欸，爆了！哇，我们掉下来破完了，都爆了！这样慢哦，这样慢了。可不可以先去处理一下红魔鬼那边？二楼那边不道路过去。啊，我再过去。那个炸弹客啊，有他去岩浆，他去岩浆，他死了，他去死了。这个金砖要出现的魔鬼的那个放置哦，有放箱子，那箱子放错了，要放在里面，要放里面是不是？嗯，哇塞，有人要赚分数吗？好像就我在挖那个 demon。我觉得这个岩浆啊，把它堵起来，吓到我了，太麻烦了。我现在弄一下装，嗯，我要弄一下。对呀，对呀。我要下去了，拜拜。哦，好，好，我觉得事件应该多一点啊，好久没事件了。他那个很随机耶，很随机。储物箱里面有隐形药水哦，真的好。很少滋润，不保护。冲击是什么啊？以前的击退，攻击的击退。攻击就是Starburst啦，他就会把两个分开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硬要分开，超奇怪。那可能是看那个吧，因为以前书你不知道他那个到底是什么的击退吗？哦，就是攻的或者是剑，看不出来的。嗯，后来就把他拿去附了才知道是哪一个。我们买一个发光好了。好的。啊，我的装备。我的装备。我的胸甲，我的胸甲。啊，我好热，我好想吹冷气。哎、欸，哇，你那边很热、啊，我这边好冷哦。很热啊，我这边超热。这很可以。哎、哦欸，不要两个，全部都上来。
哇，他们突然发光，蓝色点点，好恶心的感觉。好恶心。Blue Doctor。拜拜。拜拜就好了。拜拜。有强势要吗？国王是不是也一直都待在地？啊、这里可能吧。另一个强。豆儿，豆儿。哎、欸，很少很少会有那种比较会打架的国王啊，但还是会有，还是会有，但是会啊，但是只是这一次好像没有出现，对，比较会打架，是是还没选到、哎，你不用怕，还没选到，哎呀，烧风里好，嗯，flag 嘛，选举日，无限火焰。嗯哦，他好气哦，太害气了吧！他被我打死，好气哦！你要那个吗？我是强势的，强势。你拿来，我帮你附那个、啊、无限火焰。哦，谢谢。到我，到我，到我。没等级。要功力值吗？巧克力。没有，先用功，你可以给别人。哦，还快点，把他冠上666神刀之名。啊。对啊，小雨，你这个忘了。嗯，命名要命一下名啊，六六十刀，命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的神功幽灵差不多到挖了，幽灵。要命名什么？汪汪小贱贱啊？为什么？六六神功，666个神功。哇哇塞！那请你，那请你别赌。不要，你那个应该叫劝世神功啊。是劝世用的。不行，这个实在是太二了。太好笑了！哦，家里变了，幽灵又被挖了、哦。死了，不行，我还在命名啊，不命了。幽灵那个死掉了，好、哦、漂亮。发光，这个挖矿也要看人品的，人品不好，他都不会有钱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嗯，相信你没问题啊，可以的。那集你的运该不会都跑在我这了吧？刚刚其实挖到蛮多金砖的。哎呦，我都在想你是不是就把别人金砖挖走才那么多钱。哇哇塞！内斗起来了。为了钱赌博。为了钱内斗啦。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挖吧。矿被挖光了吗？要该换地方了。哎，差一点。Play 一下，不要跑吧，真是的。哦，哎，Play 一下，为什么要跑呢？好可怕、啊！Play 一下，打那个拿弓的、啊。Play 一下，好，我转弓一下。互相破坏传送门。哎呀，打到了！打到了！哎呀！哎呀，转移啊！哎呀，再打一下！哎呀，又打了一下！哎，你是要射你队友吗？怎么没射到？说的我都想把我的稿子拿去覆魔。稿子没用啊，稿子已经最高端了，黑曜石稿就是了。哎，巧克力，你怎么没有后援了？怎么没有后援？我在打那个低幽灵的，低幽灵又上去了，幽灵上去了。附魔超级幸运，或者是那个有人愿意后援一下吗？我有点怕、啊。我先打那个有分数的、啊，也是啊，好痛的，还有一把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的，哎呦，好痛，送，走开，还好身上没什么东西，下去了，哎呦，集合点名，没事，可恶，丢东西吓我一跳，他们第一轮跟第二轮都一起有人要换刀吗？换刀吗？有人想跟各位输了钱呐、啊？什么刀？我想，天上天下无双刀。哦，偶尔。我要，求求杰克大大恩赐。正面那个有功哦。哦，我在一楼，他就是666的啊。一楼找你。666。哇，感谢杰克大大恩赐。哇塞，这个真是天上天下。有种单挑啊，两个人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要买什么天元突破刀？哎、欸，他死了！他死了！他死了！666神功死了！剪刀！他就剪刀了！要等！鬼刀喽！增8.6！哎，你们怎么死了？小心！啊！
吓死我了！他也没有爆。我看我要点伤了、欸。国王，我只是国王，我只是要买个盾牌，不要跟我抢位置啊！我要买东西。好，我买好了，我只是要买盾牌。让我买，我到。啊，可以买。哎，放兵。射别人就射中了。繁星有解到武器吗？还是都烧掉了？攻而已。技能至少封印他们，那级别赌在我身上了。嗯哼哼，那你再去多赚一点分数啊！我想要买一把发光的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在那个先来提、欸、那个叫啥？有点卡卡。耶、yeah. ，嗯，开心购物，开心开心。没有食物了。哇，那个人好卡哦！哦，强力士有人守在那个地方那边呢。哎，窃盗偷取附近玩家身上的钱跟将装备。那会连队友都偷，你不要乱来哦！你不要进哦！完了，哎，外加连队友都偷，他会想偷。不小心。完了，完了，他要偷自己的人，他要偷自己人的啦。